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。这个坑昨天放了十来斤饵料在这里面，然后今天过来看还没开始抽，哇，那鱿鱼仔挺多的，赶紧给它试一下，盘一下，看有没有收获。咱去装一下抽水机线。哦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我们本地话好像叫鹿，然后普通话我捡不来。这海边怎么有啊？这个一般是在我们这边那个驻站的，刚才突然发现。哇，鱿鱼仔好多啊，都在冒泡。看一下，哇、哦，有上千条鱿鱼仔。这个要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了就怕，直接怕了。啊，都是鱿鱼仔，期待有大货吧。看到货了，哇，挺多的。这放了六鱼就把那个给我关掉，可能勾不住。来，开抓，开抓。有货，这个大的先给它抓了，装点，举多装点吧。哇，这个轮的可以。哇，这边有一条，这个，哎，鳍头。这个应该是七头，快！搞得我一脸都是。收了收了，这个，哇，这个轮胎给力，可以可以，应该有个一斤吧。哇，感觉这边他都刚才看到一条鱼，哇，这个应该有个一脸多吧，可以。哇，后面还有一条，哇，石头嘛，可以。啊，哎，这个要轻点。哇，这个可以，收了。哇，鱿鱼仔，这个，哦，这个是鲈鱼，是小的鲈鱼。这个先给它抓了。哇，抓它的脖子，它就动不了，嘴巴张的老大。哇，这边也发现一条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出来，哇、哦，躲到洞里面去了。这个石头盘不动吧？还是多了。走太大抓不到，只能给它夹出来。哇，这个可以。哇，这个地方。哎，哦。还有哪里？这个小小的两个。哦，那不要，那太小了，不要，很多。哦，还有喷嘴，哎呦，夹的都喷嘴。出来，出来，可以。哇，这个也是洗头。哇。走走。我刚才九哥说这后面有这里，我后面石头给他拍。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你骗我过来。这个。来吧。哇，螃蟹，鱿鱼仔，下去到水里面去。没有啊。我这边，看一下。哦，可以。然后我这个石头给他拍。发财了！我难怪你说这边有声音。OK， 真的 OK。刚进去，哇，黑掉，可以。哇，走了，哦，不亏。太棒了！这底下还有个洞，给他再找一下。OK 这下得往底下找了。哎，哦，这边，哦，又来了。这鳍头，哇，这个可以。咦，这个小了点，不过鳍头差不多也就这么大。哇，哎，哦，是个垃圾，给它带走，先放这边。哇，刚才连个过来赶海的朋友，然后在这边看，一直喊发财了。今天可以，这饵料放的不亏。这旁边给他找一下。没货。
头太大，这个盘不起来。哦，这边，哦，哦，哇，哦，有一只鸡头。喂，你跑得了吗？进去吧。哎，脚都不抓，就抓大的，萝卜结啊。萝好吃啊。哇啊，捡的麻烦。哦，看到里面有小鱼啊！这里哇，小鱼仔很多，这里面好像小鱼仔有个战线条锤，大的石头都给它盘了，里面过。哦，看石头切，太小了，不要。哦，哇，这里也有一条。哦，哎，我还抓到什么？哦，石头。哇，这个也是鸡头，啊，这鸡头，哎。你跑不掉了，这太糟了。看这鸡头跟那个环雕是不一样的，它这个头是平的。这个盘不住。哇，还没那个力气。我是老多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不找了吧，找了一大圈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周货吧。再说，走。来看一下今天的周货，哇，今天周货可以呀、啊。哇，好几条鳍头，啊，还有一条虎鱼，你看，在这条还有一条大，最给力的是这个，哇，轮大，这个够大，哎，可以，本期周末就这些了，啊，那喜欢大圈的记得帮忙多关注点赞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走了，拜拜，走之前啊，水酸点。